要去老板家嘛，想说你给他，你如果要吃的话，你要吃就不能加辣，所以爸爸都没有加辣。我目光你真的被杀了，你太杀了，你太杀了，我觉得他想要今天才会死他，今天杀了他，他就有个多好的事情吗？没有。你回来，妹妹有哭哭吗？妹妹又没有回来。阿妹妹有哭哭吗？没有。妹妹又没有回来。阿妹妹有哭哭吗？没有。你有把妹妹用哭吗？好。他可能就有啥不标准啊，他有问爸爸要不要让爸爸都标啦，那会让他儿子吗？那如果会让你就吃别的啊，啊如果你想吃西瓜吃，他应该是不标准，因为爸爸他不标啦啊。爸爸，你自己研发工程师，那我请问你可以研发什么？可以研发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呀、啊！以后有空再跟你说啊。那个要解释很多东西，要听不懂。有空再跟你说啊。那个要解释很多东西，要听不懂。我今天有去成功，还有一成功家，他们家是草莓。真的啊？成功家，他们家是草莓。真的啊？还没有吃到，因为草莓还没长出来啊。你有很多想法。对啊，因为还没开始种草莓啊，草莓要冬天才会长出来啊。
然后这样草莓比较多。对，你怕把它烧起来。你要吃那个是吗？那你先咬一口那个可以吃，但是等一下要吃先放着，你就吃这个。啊，那你没懂，这不是墙壁做干了的吧？没有买墙壁啊。对吧？这里每种东西都要吃啊。咬，好。那这个也要咬一个，这个是青椒。我要咬。你要咬好，反正这个可以吃。这个早做干了还要吗？反正这个可以吃。这个早做干了还要吗？好啊，希望你不要挑食，每种东西都要吃啊。然后这个叫甜不辣，知道啊，我最喜欢叫烤肉了。真的、哦？好吃吗？这个是烤青椒，这是一种蔬菜，它是一颗绿色的。我去跟别人借了。好。我不敢去跟别人借。你还小不喜欢网络，你转到爸爸来教你。你刚好吃青椒吗？为什么里面还有一个？真的好吃啊，好吃啊。里面那一个是。你刚好吃青椒吗？为什么里面还有一个？真的好吃啊，好吃啊。里面那一个是我刚才吃完才发现里面还有。还咬一口吗？嗯。那东西都好吃。那个是鸡腿肉，那这两天洗一下好吗？你就这样，再帮你洗一下，帮你洗。来，我们在上面，爸爸还没用纸刀，如果都拿出来给他，让他干掉，再加纸刀下去。在外面睡觉。我不想看你。好，你不清楚。我想看你。好，你不清楚。嗯。我不想出来，因为我在上课。好，就是爸爸脱下来了。不要脱在什么？这个不用脱，脱了就行了。你看这边爸爸要脱下来了。好，我要自己吃，要不然每次都让爸爸吃。好，看他上课了，因为已经天气变了。这个爸爸们说后面的用词就是玩到现在就不要再用，这就不要再用手，不用手，因为手越紧张。啊，不要手动，快点关，快点关，你手动。随便听的，之后如果要去用，还是大用。因为有大用纸的水比较不会那么紧，它后面的水都是紧的。因为有大用纸的水比较不会那么紧，它后面的水都是紧的。我要被冰冻
我要讲，反正刚讲，你怎么不见了？